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真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。哎，有回音，说出来！哎呀！胖乎乎做得好！哎，猪狗狗，真的吗？你是在称赞我？我太感动了！干嘛动手啊，笨蛋！赶紧给我追！这里好大呀！是啊，听说有好多年历史了呢。前面就是组装车间了，我们去那里看看。好。那边是什么？哇，好大一个熔炉啊！这么大一个熔炉，这要是掉下去了……前面就是了。嗯，我们快走吧。嘿嘿，他们分散了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咦，松大鸡在发呆，是不是看见什么好吃的了？笨蛋，这儿哪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就算是吃，那也只能是我们吃鸡。走，我围他。造车还真不容易。松大鸡，树哥哥，今天就乖乖地进到我肚子里来吧。不好，小罗不在身边。嘿，看这边。啊，我跑呼呼。你今天跑不掉了。你们别过来，再靠近我就跳下去了。跳吧跳吧，正好可以煮成一碗鸡汤。笨蛋，他跳下去会融化的连骨头都没有的。看来我活不过今天了。等等等等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嘛。好说好说。其实我们没打算吃你，你先下来吧。啊，真的不吃我？今天我吃什么好吃呀？你们这两个骗子！快！接下来怎么办呢？废话，当然是煮着吃了。看看今天做什么料理。我觉得小鸡炖蘑菇不错。笨蛋，在这里去哪儿弄蘑菇呀？那我们还是做清蒸鸡好了。这个听起来倒是不错。托四代祖先的福，今天终于可以吃鸡了。松大鸡跑了，快找他去。救命啊！小心，别跑！救命！你惹怒我们了！弟弟，救命啊！弟弟，哎呀，别玩了，黄鼠狼来了！哎呀，别吵，等我玩完这一局再说。可是，黄鼠狼马上就要来了！哎呀，快了，快了！把你们吃掉怎么样啊？走开！哎呀，鸡丁，你惹怒我了！快跑！今天熊大鸡由你来抓，我要好好的教训一下鸡丁。对啊，你先钻过去再说。大飞机，我来喽！哥。过轮胎，
你以为躲到楼上就逃得了吗？这是什么呀？金鱼，你又在搞什么鬼呀？熊哥哥，接着。金鱼，我饶不了你。拜拜。挑战性啦！哇，这就是车场的试行区了，好棒啊！嘿嘿，胖乎乎，咱们来个突然袭击，小鸡一定就唾手可得了。狗飞机，走，现在就动手。小狗狗，等等我！小狼，你现在可以试车了！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冲啊！黄鼠狼来了，快跑啊！站住！别跑！今天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今天一定要吃了你！有本事就来追我呀！嘿，嘿，小狗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别管我，快去追金丁！可是你……可是什么？还不快点去呀、啊？是。可恶，拔不出来了！不管了！鸡丁害我吃这么多苦头，我饶不了你！压路机，有办法啦！我一定要追到你！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。胖乎乎，我来了！快上来！哦，好嘞，出发！别跑！今天一定要抓到你！斜坡，看你往哪跑！喂，收手就擒吧！喂！还想跑？跑不掉的，看我怎么把它压成鸡肉饼！嘿，金丁，你保不住我们的五指山丹！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怎么知道呀？笨蛋们，拜拜！
想跑我一定要抓到你，挺起胸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，睁开眼这是哪里，正待在鲸鱼